在科技业、制造业中，管理员工证照和作业资格是保证安全与品质的重要核心，但传统的管理方式繁琐、耗时，且容易因人为统计疏失，出现错误，造成损失。现在，有了预机系统的证照与预警功能，让你轻松解决问题。系统提供证照管理，包括证照内容资料维护、音讯、回讯项目、人员规范、考照限制、通过成绩标准等多元管理功能。除了有自动预警功能会提醒员工之外，员工也可以线上查询证照现况，避免延误上机资格。管理者可透过系统仪表板及时检视学习报表，减少作业负担与人工错误，让外部稽核变得轻松有效率，提高客户信任感与满意度。使用预稽系统的证照与预警功能，提供自动预警通知，避免证照失效，大幅提升管理效率。线上及时检视报表功能，减轻行政作业负担，还能辅助外部稽核以力取得订单，创造更多训练价值。立即搜寻，让证照管理更有效率。